阳历十点看电视，一年一只黑格子。观众朋友，大家好！不晓得大家安注意，现在随着你苏州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的，今朝你只故事随带一个美国小伙子有关。讲杨指导新村有一对老夫妻，姓杨，今年年纪50几岁，囡个书读得相当好，难合法，现在辣辣美国一所大学里向教中文。前两年天呢，囡打只电话走来，讲你呀。大概大四个儿子，一个美国小伙子，搞朋友子，准备赶趟走来，打拨了爷娘看看。老杨夫妻两高头呢，心里向开始辣辣盘算着，寻个美国人做女婿，阿来三个家。阿妹啊，我们买的最难弄出来了。来在，你每一年带两只新的吃子。今朝那顿酒嘛，白也吃个，还是要吃喝。那是啥意思呀？啥个意思？来想想啊，小伙子来了又到中国来，中国都要太匆匆了。我看了也想问你，啥子也难回答，肯定白得脱落落。那是想娘的这一套真意，阿是等一下。经理。嗯。你觉得你爸爸妈妈会喜欢我吗？怎么，你紧张了？ 嗯，不用担心，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不过，我要提醒你哦，嗯，我爸爸的酒量可好了，你等一下千万要少喝点，知道吗？好，你放心，我带了 California Red， 嗯，陪你爸爸喝一点，你也没关系。那就好。好。啊，好冷啊！我爸爸妈妈等着急了。好，走吧。OK。来这来这，姐姐啊，爸爸，哎，呵呵，是啥？哪家来的？哪家来的呀？你喊老爷子走来这，娘光喊叫看看呢。这是谁走啊？妈，哎，这是 Peter，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叔叔好，阿姨好，好，Welcome to Suzhou。谢。这是我带给你们的礼物。不成敬意，客气客气，不用这么客气的呀，还带礼物来。坐下坐下，你的中文讲得不错啊。一般一般，全国第三。我有个好老师。这样啊，等会儿尝尝我们正宗的苏帮菜。好啊。好，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做菜啊。妈，哎，我倒倒水来帮你。别，再弄哈子，我来哈。来去洗洗吧。你这次单位里是请假来的啊？是有产假。产假？不，我的意思是休长假。哦，长假。姐姐，嗯，干嘛你一来就提水弄到天呢？哦，你别担心，我已经帮你订好宾馆的。啊。来来来。吃来噻，来，你坐这里。哎，坐下来，小伙子啊，今天高兴，我们两个喝一杯，啊？啊，对不起，叔叔，我不会喝酒。哎，大老远的到中国来，怎么能不喝一杯呢？那这样，我们喝我带的红酒，是我们美国加州的红酒，您尝尝吧。到中国来怎么能喝洋酒呢？一定要喝茅台。茅台？对， This is our China 南木文的酒，这都不得了。爸爸，你再打点。哎呀，女道不中了，还是你到亚外的欺瞒那个啊。来喝一杯。那好，我恭敬不如从命，叔叔我敬你。嗯，好好喝。怎么样，好酒吧？好，好，好厉害！来，吃菜。嗯。来吃菜，那这是那个肚丝。这是大肠，肚丝，
对呀、啊。腊肠。对。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猪大肠，那个猪大肠。啊，我不吃的。哦、啊？你不吃的？不吃的。在美国，这样子的菜都是给小狗、小猫吃的。Peter。What? What are you doing? 还有一个阿姨，这些菜，你家我家，不卫生了。好了 ，Peter， 你喝多了。我先把他进去休息啊。来来来。我还在可以喝两杯茅台。妈妈，你都没每天抢啊。叔叔，等一会儿我们再喝一杯好吗？别哭了，谁是那位？喝。哎呀，好了嘛。喝。哎呦，怂的啦！姐姐，你吃的啥子？哪带冰棍的吃呢？因为娘。娘，你困到我房间里住啊？哎，娘，你困到哪房间里？那趟都没困干，我困到沙发了。沙发？沙发在哪儿？沙发我喜欢。哦，当时当时。哎，哎呀！哎呀！me. 怎么了？这里好冷啊，你快让我进去吧。你酒醒了？嗯，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哼，你呀、啊。哎，你快点让我进去，好冷啊。不行。干嘛？今天给你个教训，你快点回你的沙发上去。你这个毛脚，好好表现。Jenny， 毛脚，我是个毛脚。你到哪？我要带沙发上去困噻。还是我帮你讲呀。乱斗子，你是非得心子。你讲个小伙子哪呢？搿个人呢，倒是勿错的。就是呢，你帮你之前搿缝合车衣呢，太大只，勿晓得还想去。哎，困吧，别过神。有事体明天再讲吧。叔叔早，阿姨早。你早，你早。Peter， 怎么能让你做早餐呢？我来，我来。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来，我来。妈，你这来呀，你这来，那个是你厉害的。啊。来来来来。你说。今早上上班，叫师傅再说。来来来。哦，好的。小哥。哎呦，后台接待，主菜摊位，中西街。不错，不错，还是蛋黄嘞。这样子的蛋一样好，你看。叔叔阿姨，昨天我喝醉了，实在是对不起。哦，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对，小伙子啊，酒量呢还要练一练。我们中国的酒啊，可是。Number one。哎呀，我刚刚带我替这个外国小伙子担心了，刚刚进门就弄得了未来的老丈人真的不适宜，分享上一顿周围就哄得了老两口开开心心。这对老夫妻确实蛮开通的，想想还是能拿囡恩送出国，肯定不是特别熟的人。吃饭的辰光，杨静讲皮特也是宾馆，老杨讲是啥个宾馆啊？困了自家的屋里向。皮特还没拎得清啊，
你晓得，一个是未来上人当丈母娘了，让观察自家，次次小心翼翼，要好好教表演。你虽然不懂啥个叫墨家，但不过话，你晓得谁对不好在墨水墨家。叔叔阿姨，我很爱青青的，已经向她求婚了。你先说说，这个婚你准备怎么结啊？我们打算在美国结婚，在我家乡。可是叔叔阿姨，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来。我们呢，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到你们那儿去啊，语言都不通，出个门恐怕连找个厕所都困难了。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可能再从头去学英语了。再说了，我们生活习惯也不同了。你们喜欢的是面包涂奶油，我们嘛也不过是大饼油条菜泡饭。谁是呀，姐姐你是学的美国是大学皮塔，你有没有考虑过在苏州结婚啊？在苏州结婚？你呀、啊、很年轻，又是个工程师，我们苏州好多外国企业里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的。可是我工作没有多少年，我没有那么多钱在这里买房子呢。钱不是问题，我们错。可是我现在在美国发展得很好，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其他地方发展呢。而且我家在美国。可秦静的家在中国啊。可是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呢。你静静啊，那个是死呢。妈，爸爸，我不是跟来了的。这个学堂每天放假是中国人口住来的，说不定我他那事业发展的好，也可能回到苏州来发展啊。人啊，毕竟都是自己的，我他奶奶也不可能一辈子跟你住。我他个老，中国人是高处，静静啊，你。尊重哪个意见？我是爸爸妈妈。好了，你们准备一下，他阿姨啊，还请我们吃饭呢。婚礼来美国办，搁哪里办呢？当初来苏州办。来苏州办呀？静静啊，你的亲戚在那苏州，不记得见多来来游的，才办到美国去啊？哎，有没样子呢？妹子，你来美国办事，再来苏州办事，哎，一下子厉害了吗？什么？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在美国办一次婚礼，在苏州也办一次婚礼？啊，就两次婚？不是就两次婚，是办两次婚礼。你们在美国结婚，秦秦的亲戚都在苏州，大老远的怎么都赶到美国去呢？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合适。Peter，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好。哎呀，好累啊！怎么，吃个饭就吃得这么累啊？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哦，那是感到结个婚很麻烦是吧？也不是。Peter。其实呢，我和你阿姨啊，还有事情跟你商量。啊？还有事情要商量？就是关于你到学堂养三年的事体。妈，搿个没有啥难为情的。结了婚呢，总是要生小孩的。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子，而且我那里美国没有一个计划生育，所以我们要多生一些。平常。啊，不是吗？我们说过了吧？你
你再说我不理你了。好了好了，其实呢，我们想问的是，你们准备在哪里生小孩？有谁来带？孩子大人在美国生，然后亲戚带。他带？他不工作了。再说了，他自己还刚长大，带得了吗？皮特，我们是这样想的，让晴晴呢在中国生小孩，小孩呢由我们做外公外婆的来带。那里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比较好。我们这里的条件很差嘛。也不是我的意思，反正是我们自己带孩子。是呀，爸爸，你已经商量过的，我太阳子三年呢，我在法工作着，到了屋里向到三年。啊，你辛辛苦苦弄来培养出国，谁是还能去在外国当个家庭主妇啊？搿趟这么多个电视上去啊，娃娃好的英语还是我？你费劲呢。皮特，你们再商量商量啊。这样子真的不行，肯定不行，把孩子放在这么远的地方，他们就不想你嫁给这个美国人，所以找到这个样子的借口。我觉得你应该表明你自己的态度。你先休息吧。嗯。搿几月的分享啥关啊？那可可搿个事体已经越来越顺利，怎么突然辣辣小囡个事体浪向也卡了子？其实那样个心思啊，我勿晓得个。你乃是小囡儿，辛辛苦苦养得十眼多，随时间本来一些些到达太平洋个地区个代购站啊。那么现在想想，哪三副把我打着？搿么我不是白落落个养着搿个囡儿嘛？一样傻傻子我。那么这个没得嘛，中国要解决的路，个皮特那还白呢。我本来以为结婚就是 she marries me, I marry her, 那就好了。后来我发现真的像。Wow, really? 三个家庭。来苏州这么长时间，你们来过苏州园林吧？怎么样？啊，漂亮吗？漂亮啊！对对对，那我应该谢谢你。就是这几天觉得太累了，真的。累？你累什么？那我本来以为结婚就是 she marries me, I marry her，那就好了。后来我发现，真的像一个工程师的城堡一样，搭完了一个城堡，又来了一个城堡。后来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城堡呢。太夸张了吧。可是真的是我发现那么难做的。你这个就难了。其实真正难的并不是你。不是我，那是谁呢？最美的呢那是情人节，一面呢是未来的蓝天，一面呢又是自家的月亮。你就在搿个当中真的是蛮美的呀。要么你娘不是娘带去，今天嘛娘离高台买过去，谢人呢，俺娘离跟那个没缘。虽然这两个来个跟那手机，一年嘛办个纪念品都有。不过个人嘛，我觉着你娘子美容，还特快些。你养个三年嘛，就是希望都搞不好。再讲呢，你到养子三年，你离开的一两年，一年还进不了几天。你到哪说的呢？你讲是？重要一下，我也来说。刚带子，其实，就是你不说的那难，搞得个啥有用的？那么，你还不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昨天晴晴晚上打电话告诉我们你们的事情过后，我又觉得 Peter 你不能只考虑你自己的感受啊。我只考虑我自己吗？你想呢，晴晴是要跟你去美国的，你又不肯到中国来，而且你没有在美国生孩子，好事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全站着吧。而且你们需要去美国，就不像从江苏到浙江。你想过我妹妹的感受吗？你想过我姨父和姨妈的感受吗？可是在中国结婚并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三个家庭的事情啊。三个家庭？对啊，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以后你们结婚过后自己的小家庭，这不是三个家庭吗？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三个家庭关系的话，以后你有的苦。那难道我真能搬到中国来吗？燕妈，你在美国去吗？你不会到美国去啊？Put up to the place about 7 or 8. Yeah, I yelled to the cabbie, you'll help me smell you later. Looking around my kingdom that I found there. Yeah, to sit on my throne as the prince of Bel Air. Really? Wow! Really? Yeah, that's great! Awesome! Yeah, okay. Okay, yeah, they're here, I'll tell them.OK, bye bye. 这个皮特总刷题啊，不要再讲王朗王朗在电话啊。埃面呢，看看已经是现实是僵局者，不会美国这个一方面出自啥个事体吧？看来搿头跨国的婚姻还是一波三折。葛末到底发生是啥个事体呢？我等一下讲拨侬读听。妈妈，我来接亲戚了，抱歉抱歉。好嘞。少奇啊，是不是你们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啊？没有，刚才我爸爸妈妈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想退休以后搬到中国来住在这里。啊？真的？对呀，然后他们还有说让我考虑一考虑，就是我也到中国去住在这里。真的吗？是。谁是呀？原来我帮老杨海鲜，你俩这个都没过去嘞。对了 ，Peter， 你的婚事我可出过力的啊。谢谢你。哎，谢就不要谢了，只要你帮我小忙就行。帮什么忙？你说呢？待会儿单独交流。来来来，吃饭。叔叔阿姨，我来接亲戚了。谁是你的叔叔阿姨呀？该改口了。爸爸妈妈，我来接亲亲了。抱起来，抱起来。好嘞，走了，哎，吃了，好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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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彼得中枢诺尼的杨宁，他得知美国记者，真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哎，杨宁的堂房阿哥小红。所以这个有事体要当彼得单独的小红再遇哪份可见呢？嘿嘿，原来啊，李拉拉彼得的帮着我队到美国去读书者，用李个闲话讲，我李个人把那个美国人白特的美女啊，自家要到美国去白一个美国美女为主嘞，一个名堂叫为国争光，嘿嘿，可个大美哈。好，那么你今朝个故事啊，就讲到这里，王爸爸。
单刀门扎喂。谁让你帮我擦嘴啊？快去吃个饭吧。你见你喂，我不是难忘的，你做啥子？哎呀，我刚拿的铁盒子，那办公室都抖了。原来那些水洗不掉。